随着人将此魂东西文思一刻的路风中生最是高高最高大安不安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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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望你平安不忧快乐欢迎咱收看快乐大破碎人生一趟的路风中谁最是高最高大安不安正瑞德瑞冷瑞希望你平安不忧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破碎阮是依靠的路风中生最是高最高大安不阿松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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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平安不忧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破碎老师啊，咱哦实在真正这部本地就是应该轻轻松松的啦。对啦。但是呢，创着吼，即马喏，迄疫情哦，佮愈来呢，愈食咱的苦的啦。啊，实在。啊，这到底是变怎啊？今日佮四个本土确诊，啊，佮国外几万，佮正尔济。高十二。高十二。哎呦。阮孙仔本地今仔要去毕业旅行。嗯，要讲去。促销。要去北部毕业旅行啊。促销啊。促销。甚至有的会好好能提早要休寒假。是啦，啊，咱困长，我那休困啊，哈。哦，我长休困啦。我那礼拜那不开。啊，真歹哦。嘿啦，嘿啦。哎啦，个啊，我那甲咱老婆在做些报告安尼啦。啊，但是我呢，希望咱看啦。哎，对对对。嘿啦，恁无来啊，但是我有那。甲恁报告啊！今仔日咱佛堂做啥做啥做啥？可是咱翕的拢是东港的哟，哦，不是咱进前的哦，不是历史片哦，拢东京的，拢是东京的，安呈现给咱老婆婿，给恁来坐到厝内底，个当来佛堂佚佗。是啦，是啦，嗯哼。所以呢，嘿，恁今日嘛是要看了对？来看一个，来看一个啊吼！哎，哎，这啥？这只哦，这只叫做乌贼嘞。哦，伊是一只折耳猫。折耳猫，哎、欸，我是要翕这张啦。哦，要翕这张。啊，伊吼都啊对调调啊咧啦，啊个形状入镜啊。这张诶，哎，我改造型的啦。造型，我改造型的。这个是中医的，迄、欸那个扑掉啊。中医不爱一个扑掉。扑掉，然后还要。啊，老尾爱会弯曲。哦，弯曲啊，唔过伊是。你无甲幼园咧看有。哦。那拉远。佮等你个乌啊啦。人较有诶。有无？将安尼一抱过来，安尼有无？哎，啊，连讲给当大只蜜蜂啊。蜜蜂蜜蜂。对无？还有咧。哦。有关的这张老师你无传呢？哎。啊，佮有一条相片我肯定无传你看呐。哦，好好好。哎呀。好啦好啦，可有无可有？有啊。哦。哦，只这只。哦，这只吼，我伫伊个边啊哦，伊拢未飞走呢。伊未惊人啊啦。哎，这只叫婚鸟。喂，
迄个，迄个，个你讲讲，啊，这叫混教做无用哦，伊你伫咧脱伊个表，唔知咧脱啥，老师你哪混教咋调个呀？是伊那，你做了我炸你。好啦，好。混教一点。哎，这只五位杯来啦。哦，五位杯来。咱要慢慢来看吼，你看伊只混教吼，伊拢脱表，唔知咧脱啥物货。伊五位杯来。哇，微波啦也。不然阿来来只含只鸟啊，夹对的。夹对的啦，哈。伊都唔等于你。哎呦，你看，只个背做做。啊，哈。这安尼好加再个背走啊。是。这嘛是即摆咱活动吃的粉椒。啊，对了。嗯哼，哎，伊咧脱边在脱衫。啊，哥还有呢。啊，哥有哦。没有。哎，就是咱古多只看到乌龟。哦，乌龟。龟伊本来就是拢会爬起来门顶只跑去的。对了，对了。啊，那看到人个较紧飘飘落来了。啊，对。剩一只色个只啊。这些是个这我在想啦吼，这是咱离咱学堂的草皮掠到的，你掠到的，哎，离草皮掠到的，嗯，啊，为什么咱的草皮会有这细只菇？嗯，早当时咱这大只菇吼，嗯，因为伊在离菇底生卵嘛，嗯，啊，照你讲，卵都爱离小的沙内面来孵，伊才会发会出来嘛，对，哎，因为咱这个所在无空间呐，嗯，啊，当然卵我都拢。往我流出的，伫个咱呢，一路边吼，咱有一绿篱的，一树啊开啊。放生放水流个掉啊。嘿啦，啊可能说天气热，哦，啊今年热人天气热，嗯，啊转篱啊孵出来，家己孵出来呀。因为咧内遐有闹一挂土嘛，会暗掉，对，可能是安尼。啊，即卖伊出来了，所以草皮起来靠我看到，无迄个所在个买豆菇。啊，怎老师这样捡起来？啊对啊。啊，捡来才起来才低压吧。啊对对。哎吼，伊将安尼背起来，只安尼跑进。哎，母啊，惊伤火啊！哈哈哈！哈哈哈！辗转安尼啦，总算见面啦。啊对对。搞不好伊唔知迄神经嘞。你讲这夭寿啊，走一堆啊！哈哈哈！啊，够无？够无？啊，够有吗？嗯，应该是无啊。嗯。哦，安尼吼。哟，这是今日活动翕的。是啦。大刚呢，拢安尼报一说说，咱互咱老婆说。把厝内底隔档人来互同家佚佗。遐看一下啦，哎，这两天天气较冷啦吼。嗯。老婆山，咱那家己本身循环有较无好个人，拢爱迄个穿较少个。嗯。哦啊，关键的茶水爱加啉寡。哦，茶水啦，啊眠爱困五百。啊，佮困袂起老。因为咱那循环无好吼，你本身也佮有高血压，即较容易中风啦，因为。这几天吼，中风的人，介济啦。嗯，啊，因为天气冷嘛。嗯，啊，天气冷，你即摆循环阁无好，人啊大块无咧运动的，也是你本身就有三高的人，咱有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对啊，高血油啊，啊有较悬呐。好。哦，啊，你即摆循环歹，阁高高血压，啊，阁拄着天气冷嘞，啊，人热胀冷缩，咱血管会收缩落来，安尼。会危险嘛？啊，甚至搁动脑筋去啊！是啊是啊，所以咱那个保暖啊，衫裤穿好少。好啊，烧的啊，得水烧，那个温的开水哦。嗯。加啉寡，因为咱呐水啉无够，咱的血会黏啦。好。哎，血会黏。较黏啊！你流血流袂叮当。哎呀，爱好好啊，保护家己啊！爱好啊，保护家己。对。啊，那不是这个要安怎让你的血紧的柔嫩啊，血通透？咱除了看医生以外，咱家己爱有方法啦，爱会晓啊。啊，无恁那是爱要顾啊。嘿，那中风过了后，造成机体残障嘞，一世人。哎，但是开始唱吼，要讲个，恁那是，即阵哦，这间家庭靠你咧赚钱。嗯。啊，那来去带着啊，这个家庭就下去啊。哎呦。啊，那是讲食老啊，啊都讲个身体都咧无好啊。过来带一家一手的哦，啊，大家搁请外头嘛爱开钱。啊，真正，而且搁袂熟悉。啊，搁倒来搁互人安领地咧。哟，啊，搁不足咱第一。哎呀，我看也是家己食饭，家己洗身躯，家己穿衫较要紧哦。啊，当然啦，那种种会当家己来。对。哦，咱都卖互伊中风，卖互伊急心，啊，卖互伊安尼爱带一家一手，咱得家己爱家己顾好。啊，家己爱顾好，就是爱。你一定爱除了看医生以外，你爱家己本身要。爱有方法啦，好啊，顾照顾家己嘛。来，有方中风，有方心肌梗塞，一定爱安尼做，无得寒天人，我新闻咧报。嗯，咱看嘛，替咱大家担心嘛，吼。来，咱把机车牵出来。来，咚咚咚咚。对，机车牵出来。机车舞。哟，哎，咱你蛮乱的。得换的。一二三四，嘿，寒天人啊，吼。刷起来啊。一二三四，来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王八蛋，我的鬼，啊啊！
有节奏。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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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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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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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你麦，投出去，咻，赞，啊，哎，哎，赞你啦，老师，恭喜夫人，贺喜老爷啦，贺喜什么人？贺喜。昨哦，伫咱节目当中哦，对哦，错，双星报喜咧。你艺术贤啊，你看啊，免遐金牌哦。当然哦，昨个开一七二空啊。对对对。咱迄个王子伊三日伊甲你开一日啦。无要紧，无要紧。哦，系啊。真正。啊，到这个时阵要安怎办呢，老师啊？颁奖咯。金牌师傅啦。噔噔噔噔噔噔。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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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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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凭良心讲啊！讲我照盘的金啊，啊那手指挂外口讲，恁到位得去对家。啊，是啊，你是这个意思嘛？含金牌的嘞。对哦。老师。啊，这金得得得金牌奖的。你要过年啊啦！哈啦。每一年过年拢有好康的啦。来啦，咱顶回你有三羊开泰。有啦，啊，咱即摆咧期待事事如意。三羊开泰嘛，未歹呀。未歹啊，哈。好好好。很好。好啦。安那。安那。未安尼就好呢。我来讲有两个兄弟啊。两个兄弟啊。您。这两个兄弟啊吼。因做个钓鱼啊！哦哟，哎，东港嘛，海边啊嘛，伊无啦，因迄落大玉井，歹势，我也无，搬去恁东港，搬来去大哪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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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到底唔管啦，两兄弟二去五海钓鱼啦，啊，拄啊船啊叫歹去。啊，派去吼，船车派去，无多使啊，啊，就漂流，漂流，漂流，啊，流去一块无人住、无水、无电、无人的所在啊，荒岛，一块岛安尼。哦，啊，两个兄弟啊，你看惨嘛呢，啊，啊，咱离家已经两三天啊，啊，无看半只船啊，有只过。啊，你这物件拢食了啊？哎呀，这咱的要死呢。大要不安怎啦？啊，巴肚要甲咕咕叫呢。大肠够小肠。因小弟就较巧诶，阿兄阿兄，我来讲，安那啦，咱哦为着要活落去吼，我有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啦？因为你教我，咱一人拢有一副嘛，对不？咱有一副啊，哦，啊，无挂你诶，挂你诶起来食，好冇？为什么你挂我诶咧？哎，你阿哥讲，你敢唔挂你诶，挂我诶？伊讲啊，无安尼啦，无咱来剪刀石头布，哦，养书诶人先挂。今嘛那食了后，经过两天，那个无准入只过，第三天就换挂伊个，挂另外迄个，安尼安尼公平公平，安尼兄弟也公平嘛。对对。哎呀哎呀哎呀，今嘛剪刀石头布做花的哇，
大的书啦，大的书，你咪个大姨啊，谁书？大的啊，这照片照镜啦，反正哦，除了顾家己，嘛还顾小弟啦。嗯啊，无你规身躯找，哎呦，啪！哦，挂起来。规身躯找无吼，中错啊！哎，物件会当煮啊。挂起来了吼，来，只有两粒，一粒你食，一粒我食。嗯。啊，这地我切做粿。讲一半。哈哈哈！啊，较艰苦个日子啊。嗯。今仔过三工啊，哦，我都要要死啊！食迄地我都冻三工哦。哦，消化真快。迄大阿公哦，哇，我都要死啊！小弟啊，今仔我挂你。嘿呐，啊无腰杆挡袂掉啊！哎，小弟想讲吼，无挂嘛是腰死你只。嗯。好啦好啦，我挂我挂。好。啊你啊吼，俺一步伊拢唔挂呢。太唔挂了，小弟。对啊。你安尼袂使啦，我都腰杆要害你。哎，你阿哥讲。啊。哎呦，啊你挂一个一副新的，还挂遮久。哟。嘿啊！哎，因小弟讲，阿兄。顶一回哦，你挂你下起来吼，啊，咱两粒长分一粒，啊，剩一地，搁你剁做粿，咱两个安尼，我咧食哦，食袂饱啦。我嘛是食安尼尔，我安尼食袂饱啦，安你下挂个都食会饱呢。有啦，我若像你安尼挂，当然食袂饱。啊，无你有较好方法通挂呀？我会当互伊变较大个甲你挂。啊，我是咁讲。哦，好甜甜，真正有意。所以哦，一个该的代志拢爱用会变呐，爱变呐，爱方法，爱方法，爱变通嘛。有，那咱头拄只咧关心咱的老婆生的这个血路循环，咱讲属性吼。因为天气冷啊，咱年会有啊，年会有啊吼，咱的血路循环拢会较歹，血拢脱掉啊。啊，过来咱的血筋嘛较退化，会较无遐，那较硬化。所以这天气冷吼，你一定爱水分，第一水分一定爱有够。对。啊，过来困眠啊，一定爱困了好。爱困落去哦。哦啊，那是关于到运动，有哪得爱？啊，运动。那一定啊，穿较少咧。哦。如果你有高血压，你高血压药一定爱吃。哦，那不啥啦，高血压的药一定爱吃。哦，啊，你那是有三高的人，迄医生开的药，你爱按时准吃，好好啊保护家己。那无啥，咱袂使有一个视觉差。咱即个天气哦，你也一个视觉差，啊，一个人总有死，佫无要紧。然后当时啊，带一家一手，你要六西六朝，迄较艰苦啦。日子变安怎过？哦，啊，有诶，你看前阵也有人中风哦，啊，脑死无，伊心脏还佫小小啊，啊，脑死啊，啊，蹦一叉十外担啊。哎，厝内底人嘛。哦，安尼伊也痛苦，啊，厝内人也痛苦啦。所以，既然如果会当卖互伊中风。啊，甲顾卖互伊中风，咱除了看医生以外，你家己爱有好个方法，通好甲家己顾好。所以说，清肺有痛肺有空肺，一定爱做。一定爱做啦，一定爱做。每项拢爱做，咱即摆现代人个食食个问题嘛，拢食伤过头。拢食伤过油嘛，蔬菜水果拢食无够嘛。啊，佫会更凝固啊，伤热。对啊，对啊，啊，所以你一定爱好啊，甲家己顾好，老婆生啊。每一个家庭个成员吼。拢有责任照顾好自家己，莫因为你的身体无好来影响边个人，来互边个人替咱来烦恼。家庭责任。食老啊，咱的家境有毛病，迄无要紧，迄大家拢会。哦，莫讲因为你的疏忽啊，来带一个哦中风啊，带一家一手，安尼都唔对啊！咱家己会当小心的啊，哦，感谢你。这当预防的呀。对啊，对啊，对啊。那医生嘛，讲提供咱预防的方法啦，咱个小心要遵守啊。啊，医生就甲咱讲嘛，你若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得得注意你么？啊，睡眠要有够哦，啊，要运动哦，啊，穿较少的哦。我嘛想讲讲讲啊。啊，等定龄，那一定要听。啊，张伟，你再讲那个定龄一个。啊，无咱即几工哦，天气遮冷啊，即摆搁要晚年啊。啊，真侪老大人也是真侪一寡即个啊，血路循环不好的人，即几工你看足侪人拢出状况啊，对吗？哦，那电视咧播，啊，佮咱咧网络咧看，真啊，会替咱担心啦，替咱担心。替咱烦恼，咱毕竟年纪啊。所以，咧循环咱一定要好好顾啦，吼。来，超级功夫。啪啪招财进宝
真正要拍这电影。哦，你金光闪闪的。平安活两公，哈达，咻，咻，呀，咻，呜，咻，咻，呜，来，来，鼻腔竖开，竖到丹田进开，嘴合合，爱提肛卡张念的，好，我来讲一，正平一念，正平一念。倒平一念，倒平一念，头前一个，后边一个，较好伊。二就是两面三念，三念一口气过念了，不要紧啊。好好。有人讲预备。一。五念风。啊。一。五念风。三。一。赞！怎么了？超级笑话！讲笑话啦！啊，讲啊正经的。阿呆啊，你问阿腿啊？阿呆啊，问阿腿啊，啊问伊安怎？问讲恁兜什么人上大啦？阿腿啊，讲，阮兜，阮老爸上大。因老爸上大。伊讲是安怎讲？阮。腿安安安，腿阿公唔是呢，阿大阿公人阮倒是阮老母较大呢。哦，为什么？哎呀，讲因为阮爸甲母阿咧烧咩吼，阮爸拢讲恁爸哦，恁爸哦，哦，恁爸啊，是爸上大啊。啊，阮母阿讲恁祖妈哦，啊，你祖妈较大，祖妈较大。对啦，祖妈比爸较大哦，恁爸阿公，恁祖妈，我震惊，我来讲一个震惊的。啊好，啊大家兼阿花吼，因两个人同阿咧交往啊，对哦，啊大家做高义的呀，嗯哼，啊有一天啦吼，因个带去踅街啊，哦哦，啊阿花吼就看到一个吼包包哦，介水哦，啊包包介水，哎，一个吼定价8888元，哎呦888呢吼。阿花就甲阿呆讲，阿呆，安怎？这包包我足介意。哦，是哦。啊，无你帮我出一半，敢好？无问题啦。真正嘞，哦，大家都讲无问题，有啥物问题嘞？这这无啥问题。哎呀，阿花讲爱8880元，你帮我出一半啦。好啦好啦。大家就刷卡。8888哈。哎，你较紧的钱摕出来，摕88元给阿花啦。哦，是安怎讲？阿花讲无呢，你爱帮我出一半，你是爱出4444元呢？你才摕88元。啊，对，阿呆先能摕88。嘿，阿呆讲无呢，我出一半是出后边一半呢，头前你家己拿无。好，8884元。888元。啊，八十八，啊，所以头前这8880元你拿，啊，八十八元我拿。哎呦，啊，出一半。嘿，安尼，这个查甫人巧呢。巧吼，真故意啦。所以有查甫人想啊，想，咱将拖去里啊，佫唔知啊。哎呦，哎呦，夫人又折兵。真正，偷鸡不成蚀把米。言言相哦，小慧。嗯，来，较正经的啦，唔啊无正经的，我来讲个。袋鼠加青蛙，袋鼠会蹦蹦咚咚咚。诶，袋鼠无吼，啊加青蛙加四卡，四卡嘛咚咚咚。因两个坐喺开闸无？因两个动物开闸无？即马含动物嘛开闸无啊？对啊，啊两个坐喺开闸无？啊结果吼，一个结开了啊，结工哦，诶袋鼠咧加青蛙讲哦，赞美哦，我安安去开闸无？啊我看你安尼富贵美丽，哎呦，我拢三两个手倒落来啊！哦，我哩哩，哎呦，哦，真无简单嘞呀！鬼美哦，还当动只棍啊！哦，结果嘞，哎，青蛙哦，讲你后摆若要坐来开闸无，就坐去迄关键的中坡的迄啦，你唔好有要倒的啦。是安怎讲啊？哎，要倒只棍，我跳一暝跳袂起，你哎呦！
床土米，所以要来栽花啦。趁着机会，趁着机会，火车载阮要去哟。总是交代比你心爱小姑娘，叫伊免担忧。来去多钱哪通有钱买得来？哦，咻咻蹦蹦咻。点车来，又来又去，也又到台南。听讲今麦台南请阿了袂了，物件啦，哦，真正贵三三连出，哈哈，哦，连出了台湾全国上盖贵的。舞蹈歌点袂过 K O。哦吼。阮哥徛长征土，所以决定栽花啦。趁着机会，趁着机会，火车载阮来去哟。想起小姑娘，妹妹人人嘴短，只是心有无。为了将来你来幸福，暂时来，哦，咻咻蹦蹦咻。点车来，又来又去，也又到台中。台中即马选去选完啦，要到平镇啊啦，有好食物件我紧要来食啦。阮哥听水鸡咕咕，所以暂时栽花啦。趁着机会，趁着机会，火车载阮袂去哟。最好你我每日身体那平安，我唔惊难呐。但有时间一定写花安慰着你，哦，咻咻蹦蹦咻蹦蹦。点车来，又来又去，已经到台北。听讲台北哦，有加一个足够白差的，过去开交通工具。这个天气冷哦，我爱想着讲。早当时，迄阵我有一个朋友吼，啊，就是有那这天气冷啊，啊，伊本身都食酒。寒人的时阵啊。哈哈哈，啊，又食酒啦，食酒当然就是。你有怎样是嚼烧烧安尼？咱真侪人就是拢会安尼想嘛吼，想啊，酒啉啉的啊，身躯烧烧较袂寒。嗯。伊无去想着讲来退酒里面啊。哦，一个愈寒。哦，退酒的时候你会喘。会寒，咱体温会降低嘛。啊，我一个朋友，伊就是有那食酒食到位啊，又等伊困啦。啊，困啦，困到半暝，就安喘喘，啊，人寒喘呢。哦，因为伊都要讲个就是酒体嘛。结果伊家己本身够高血压啊。哦，啊，即摆一个喘，唔就是血管就呛关开啊。我还要算带一卡去抽。中空气啊。迄阵间。还未四十岁呢，做少年呢。嗯，还未四十岁，啊，因为伊，要，这个是我咧讲的，一个家庭，这个三四十岁，这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啦，经济支柱。哦，啊，伊爱刻意趁钱啊，饲某囝啊，拿贷款啊，顾爸母啊，啊，结果三四十岁转来中风，安尼，啊，中风咧。家庭的规拢淡换哩，无心上啊！啊，伊个系家己本身医药费诶。嘛对啊，啊是家在即马，咱公道有哪有这个健保啊？啊无，像这较有钱人去开。但是伊家己诶，自身爱开诶费用嘛爱加侪呢。伊开个比你看健保较侪。系啊。哦，那无错，所以这个当天人吼，咱讲真正拢爱说字啊。曾经有人来庙里拜拜吼，啊拜拜时伊甲我讲哦，
真正唔知道要安怎，要为着讲起，我是安怎，伊咧拜拜咧求母啊，要保庇一个兄哥啦。我讲阿是安那讲，伊兄哥吼，就是像我讲的，讲伊咧开车哦，咧开车啊，开车因为可能是走灯抓嘛吼，啊叫踢到伊咧踢到唔知啊，伊啊踢到啊家己啊唔知，讲结果踢到戆戆安尼啊。哦，循环。嘿，结果讲要打卡洞，刷卡夹袂起来。要打卡洞哦。他也袂起来，伊小中风尔。哦，啊，伊就是安怎呢？因为可能咱开车人拢坐几工嘛，循环慢，坐有过久嘛吼。啊，循环慢，本身伊可能有烟啦、酒啦、槟榔这我歹习惯无。嗯。然后这歹习惯，咱都要改改。啊，伊讲哦，啊，那这个兄哥伊都安尼落吼，即马变成连伊个囡仔我都拢爱去甲照顾兄弟一种嘛，兄弟就是安尼嘛。看阿母啊，保庇也好，无讲你来看医生啦、啊。哦，拜阿母拜，求一个好姻缘，看到好医生，吃好药。嗯。哦，安尼咱看会好阿爸。而且包着黄金时间。一定是安尼嘛。诶，中风咱咧黄金时间是两个半月啊。抢救黄金时间。哦，主赛性的迄啦。哦，安尼啊，那出血，咱爱护医生处理。唔管你踢到啊，是别搭档拢爱医生处理啦。嗯。啊，你家己本身都爱家己爱自救，你要有方法嘛。对。要安那护你家己。哦，会当真平安，啊，卖个好日出中风，你爱家己，你生活正常都歹习惯来改掉。嗯。哦啊，睡眠爱有够，啊，水分啊爱有够，你水不够会愈黏啦。愈冷。因为你有中风过的人哦，你活动量减少，活动量减少，你会个日出中风啦。愈严重。哎啦，所以你一定爱水分爱够有够，啊，你家己爱有定时，啊，来去运动。嗯。迄个重要、哦。然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嘛。哦，虽然中风起嘛是去爱运动、啊。哎呀，你爱运动啦，你爱去比别人较用心咧运动。中风起要去安怎运动诶？中风你总是唔管你行紧行慢，你总是爱振动啊。你无振动，伊会去愈吃力啦。是不是？咱年岁了，年岁有诶老婆生，咱嘛更加有那拢爱注意，因为咱年岁有咱循环拢一定会较慢。一定诶，绝对诶。哦，食老来啊，咱诶筋络啥嘛较退化。啊，拢嘛，家己拢都咧看医生以外，你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要安怎顾你的身体，啊，你爱有方法去顾嘛，是不是安尼啊？对。所以，这咱新闻咧报，你啊看，变啊到寒天啊。吼。哦，这中风的人就拢作车啊。尤其天要光去下。啊。救护车。啊，古早人嘛有咧讲啊，讲你惊过头啊，人惊讲四十后啊。这个是中年了后啊。哦，中年了后，为什么四十后？因为咱中年了后，咱会。筋络拢会较退化啊，有个人代谢歹，伊个循环歹，哦啊，血油也较侪，所以这种高危险群，佮加上你若有慢性病，也是有高血压，也是讲你有食薰、食槟榔，哦，这安尼拢做唔好。哦，所以这个血油嘛，相关一个，踢掉咱的血筋，个对哇？对啊，对啊，哎，踢的就起安尼。这你看，看咱以后绝对是安尼呀。哎，那到落尾，咱的血筋像安，啊，踢的就像安尼啊。哦，对不对？啊，可是治未过啊！啊，伊这个血球治未过，伊就咱的阻塞性的中风就是安尼。啊，如果这血油那是给咱个清掉，个血路个通透啊。你除了看医生以外，你爱运动。运动。啊，水分爱有够。好方法。啊，睡眠爱有够。哦啊，你诶生活种种有一寡偏食惯嘛，拢爱改掉。嗯。咱爱有办法啦，看我多求助救啦，老婆生，因为我刚才你讲诶，我讲。这个中风遐人，倒一个无看医生，但嘛有看医生啊。所以未使全部拢交予医生。医生未使无看，但是你嘛爱家己爱有方法顾家己嘛。对。哦，对咪，你若有方法当顾家己，就连兼咪当顾咱厝内面的大事。好。这介重要诶。顾紧的家庭责任。本地的是安尼啊。你甲看即卖那诶在时啊，足早诶时喏，拢有诶老人起来咧运动无？嗯。啊，你运动你若弱人，伊就薄衫一领啊。啊，就出来咧运动啊嘛！到寒人啊出来运动，我嘛甲你讲，你爱踏一领外套，薄薄个外套啦。无唔对啦，你若起来行路，还是起来晨跑，会流汗啦。啊，但是你若无踏一领外套，你流汗，佮晒着风，起到食力。哦，你会各个消瘦咯。系啦，安尼起到食力，你都爱穿好少少，哦啊运动，啊你运动了，爱赶紧，莫佮你手啊卡济啊，莫佮你爱赶紧等于。辛苦洗洗衫裤换换呢，好，安尼咱的身体较会健康啊。那么说，咱一寡只诶常识，咱一定爱有啦。哦，咱诶要安怎伫咧生活当中，卖互咱
哦，来中风，来带一卡一手。嗯。哦，啊，你家己本身呐有一挂慢性病，哦，除了医生看，也要按时准吃。以外，你家己拢爱顾好啊，好好啊顾啊。那医生家己嘛是有咧顾伊的身体呢。哦欸、医生哦。那讲真正，伊嘛是做某种科医生比咱较惊死个啊，因为伊捌济嘛。哦对，哦对无，哎、嗯啊、就是捌济，真捌真急，唔捌都唔惊哩。啊，伊捌济啊。啊，伊捌济啊，捌济伊就惊嘛。哦。所以咱我唔知咧，常常讲，咱一定爱好好啊，把家己个身体顾好。即马新闻报告安尼，你看会看嘛惊啦吼。以前我有那有一个朋友吼，啊，伊就是伫咧中船咧做工课。这样开啊！伊本身就是有那拢有分啊，槟榔啊，你啊说做遵守嘛，分啊，槟榔啊，烧酒拢有。哎、啊，本身够有三高。哦，这不良的习惯。早当时因为做朋友的，咱嘛是该苛刻啦哦。我啊，咱都年岁有啊，啊，但会当一挂歹习惯改改掉。有卖食薰啊。哎呐，啊，咱讲真正哦，要学好的较慢啦，要学歹的较紧啦。哦。哎、啊，你讲叫改掉哦，伊都啊无安怎？你叫改掉，伊较会改。改会掉，迄人拢拄着较会惊。早拢是我来甲讲，伊就讲啊，未来食薰的人遐济，够大家拢要中风。哎、欸，啊，讲一句话，你就无话通讲啊。伊讲啊，嘛是有道理啊。哎，反正身体嘛是家己个。食薰遮济人，够大家拢会中风。无。哦。嗯。但是都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迄个是、哦、對不對是咱要安怎？哎呀、啊，咱来惊来惊啦！一个钟头伊要食饭啊，啊，结果迄个关于要食薰人，你就知影。要吃饭啊！啊，薰都加咧啊！啊，你打起来就要点火刀啊无？等那大船叫加落来，迄个信号啊啦！物件揢袂掉，伊物件已经揢袂掉啊！迄就是信号啊！那无啥，咱来注意。你那咧讲话袂清楚，啊，物件咧只会顶出来，走路会偏偏，这有那拢危险嘛？对。哦，这咱这拢是中风的征兆嘛？该危险该危险嘛？结果伊拗咧要捡这个赖达，就全劈落啊！中风去啊！啊，批的人家送去病院，啊，离交互病房，哎，敢若五天着，嗯，都无影。中风也不等，也不等的。好可怕啊！也不等的啊！所以，迄、那个那是有一挂慢性病啊，高血压未大可能无咧运动的。三高。哦，有三高这人，还是本身你家己知影会落会靠这人，你家己本身拢爱细心爱注意。还是有家族史诶。哎呐，你拢爱注意，即落即马即落天哦。是按怎个样替你讲话了？寡人哦啊，医生爱看，有人讲啊，去病院挂号介麻烦。哎，即卖个疫情，咱那咧身体的问题，你未使无看，未使讲惊麻烦啦。嗯。无啦，一旦啊去为着，哎去抬着，安怎就去了位啊？哦，是不是安尼啊？咱那一时的麻烦无要紧，咱会当顾一世人啊。卖有中风，卖安着安唔是介好吗？就是提早做预防。系啦。哦，好啦，咱关心到这啦。嗯、哦，啊，咱呢就来进，啉一下茶啦。来，无你出去干波比啦。多喝水。哎。小酒搁再干一杯。拒绝所有烟品瘾害。Don't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大家好，我是贝尔。在日常生活中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第一，搭乘期间避免用手触摸眼、鼻、口，也要尽量减少触摸周遭的物品哦。第二，若需要拉把手，尽量使用同一个，可以减少接触到病毒的机会。第三，想要咳嗽或打喷嚏时，记得咳嗽礼节，用衣袖遮住口鼻，可以避免口沫传染。第四，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之后，记得用肥皂洗手，保持双手清洁。如果有呼吸道症状或是生病发烧，应该避免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在家休息。如果要去看医生，记得戴上口罩，利用私人的交通工具前往，才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别人哦。来，乡亲那边的老婆山，我手客这款是咱会员同亲家也卖掉的，清的顶级的 A 鱼油啊哈，顶级鱼油，
有的鱼有分啦吼，来来来，非常同的哈，清清清的顶级的鱼哈。咱的鱼有分啦，分上中下啦。啊，哪分呢？就亲像咱食沙西米同款。沙西米呐，安尼较高级的，一嘴起来五六百、六七百。贵三三。哦，啊，那迄较低级的吼。可能一盘三百块，一家伙也吃不了，佫会当做伙过。啊，所以鱼油呢？啊，来吃上顶级的。顶级鱼油。哦，咱的清清清的哈。顶级鱼油足贵哦。哎，我讲个这一罐一千。一罐一千块。啊。两罐两千块。买两罐两千哦。对。我有闹上两罐啦。买两罐上两罐。咱这唔是一嘴崩一嘴鱼啊搞。啊，你家己足俗的呀。哦，老婆生啦，好啊，照顾家己啦，啊，咱这罐佫也加嘞。刷你的电话卡，我通通开一罐。安多五罐开两千块呢？五罐两千块。开是今仔十二位得啊。今十二位叫优待。哦，咱的电话光阴拍。对。来啊，咱的静心坐，和你洗身躯。老师给咱加持的静心坐两袋哟。这洗平安的啦哈。而且哦，要给咱老菩萨报告，就是讲了，咱过年了后那个无五罐啊。过年了后，咱就存三加一。你哪要留三加一？千万唔好给老师留。不啦，安尼咱公司也无骗你啦，啊你也无骗公司啦。哦，安尼恢复原价嘛，这款是我争取要来优待给咱的，咱这老婆三无在谈啊嘛，啊，所以我争取起来给咱的，因为安尼这阵买还佫有五元的，因为厂商要给咱起价，老师不爱好起啦，伊来起价佮卖三千块啊，安尼爱三千块啊，是啦是啦是啦，啊，所以咱无好起价啊，啊，十二位就好啦，今十二位怎够加一罐？啊，先派先赢啦哈，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咱。那要吃咱早暗两粒嘛哈，吃饭饱两粒，两粒，吃饭饱吃两粒老婆生的，嗯，啊，咱吃饭饱吃早暗两粒，两粒两粒，哦，一个一笼哈，顶级鱼油，哎，顶级鱼油啊，顶那个泡通，身体健康，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哈，要有良好的生活品质，咱该广东来吃，咱北部三位啦哈。啊，中部三位啦，中部三位，啊，南部三位啦，三位，九位，花东甲平湖三位啦，安怎？全部十二位，怎加一罐？安多十二位，拢个一个人一组，拢加一罐啦哈。对，即马改成一摆拢买两组三组。啊，因为伊过年了后，那个剩四罐呢。啊嘛，得等下元宵过啊呢。哦，因为这种坐船啊来个哟。啊，赶紧啊！来，看嘛，讲空一零五八九来了。请一刀。来，一扇宝牛给你保平，谢谢啊！来，你好。哎喂，那你好，我要清清清洁。那一山宝牛给你保平啊，谢谢啊。我在点八宝喂，那你好哦。刚才，好，那你还有一组，阿哥刷巴拉第一组。哦好，啊，这阵哦，咱的清清清的有五阿，啊，过年后就存四阿哦吼。嘿，我知。好，来三山了，谢谢。我们当接受啦，因为咱无互厂商起价啦。那你好啊。哎，那你要清清清一组。来，这阵五阿，啊，咱过年后存四阿哈。哎，一双谢谢。今麦卖的拢谈掉。来，你好啊。哎，你好。哟，咱到位。我南投。南投，即阵有五阿啦。啊，咱过年要存四阿哦吼。来，四双谢谢啊。咱有讲啊哦。哟，来你好。喂。老师，我跟你讲个。来，五双来谢谢啊。你广告时间哦，卫福部规定，咱卖去讲着器官，卖去讲着镜头，哦，那无啥咯。咱起来讲，我要清安德啊！顶级鱼油，来你好啊！喂，有张老师哈？有，我带南边鱼油一桶。来，这阵五阿啦哈，好，一双谢谢。喂，来你好哦。喂，嗨，到，咱带你到。南投，南投哦，这阵有五阿，咱过年要存四阿。嗯，你准备拢中的哈，来二双来谢谢。你买一组个中一罐啊，买两组个中两罐啊。来你好啊，你好，有，有，咱到位。我要买款鱼油，来三双，谢谢啊！啊，无你欠费哦，这过年了后呢吼，这船帮来当时正会正常开哦。对啦，啊，咱那个早啊，一个早两粒，食饱只。哎，啊，茶水加啉寡，哦，啊，其实人爱运动，哦，那不是人爱运动，未使无运动。啊，恁清清清的寡当爱食，然后其实呐，要有良好生活品质，恁清清清个一定要对号调。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来，空五八九，还够三分钟啊！那个无优待啊！来你好，我拍摄拍摄，来你好，喂，哦，你停，咱到底到位，到位，九如，来二双九如来，谢谢二双三电厨，查甫人爱食，来记住啦，来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迄个鱼油吼，恁到哪有八种牌子的鱼油，你唔好单调啦，啊无咧。那你若有咱去做滴无？对。啊，恁兜的一粒，啊，咱的一粒，甲人做一只，人莫偷济啦。
啊欠的，啊个会当比稿，偷者人工会做乞食。嗯，我的人咧做生意，袂讲哦，你著食我的就好，就别人个卖食。我袂安尼做。咱互咱家己选择啊。你家己做比稿嘛？个钓咩？哦，咱要食要食，你会信任袂到的。哎咩？啊个俗的，来啦，个有交代的。来啦，个三分钟啦。无管只优待2000块。空八，空空，空一厘。500的电话啦，一罐喝喝到倒，不到400块，而且搁是定期的鱼油，你唔食，你要食啥？老婆差了，咱讲真嘞吼，那要讲来比往来罐较俗啦。一罐喝喝不到400，这做无工钱啊？定期鱼油呢？我一箍钱都无敢跌落来。这为着老婆晒健康。老婆差了，迄落，咱要讲开吼，咱一箍钱都无敢跌落来，你爱记着啦哈。啊，你好啊。喂。哎。嗨，你好。喂，来一爽一爽，谢谢啊！来，你好，张老师讲，哎，嘿哦，我的，你张辉呀，哟，是你哦，哎，加加这里的，来，一爽，谢谢，一爽啊，顶级鱼油，这阵的泡通这种好不？哎，人讲熟悉的钱呢，人拢一基因呐，一基因呢，个就好阴暗，那不晒咯，赶紧点点泡通啊，剩两分钟了呢，空八，空空，空一厘。500两分钟久啦，做一个点决定。咱一通电话改变咱的运命，咱讲事实，咱未使，一个无改变啦。哟，啊，咱人的想法观念拢一定爱有改变。先改变观念，有一定爱有。安尼，咱过得较会自在啦。够融合生活品质。是啦，来，赶紧来个一分钟了。最后一分钟。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台北一个。北部。中部一位。南部一位，花东一位，好冇？剩最后三加一，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我看什么人啊？哦，就是你啦！啊，就是你，我刚才啊，静心者老师加奇怪，但个咱静心除晦气，又讲过年要教我，总该无好哦，该洗掉几条。咱用这洗洗的，厝内面大声囡仔爱洗哈。啊，哥唔免去收惊。有洗洗唔免收惊啦。啊，就是嘿啊，有时啊个好困。有洗过人就知影，哦，有洗过人就知。加价硬呀，无要卖哦。哎，有人要来搞卖，说说要来搞卖，我无啦，这未使卖啦。有啦，这都要含人价硬的哩。哎呐，哎呐，搁一分钟啦。最后一分钟了，什么人？电话要泡汤无？喂。哦。马仔个无介小青青青啊嘞，马仔个无好哈，马仔个无。顶级的旅游。咱即马早暗两点啊，以后呐，咱即马呐无回，都要等到元宵过啊。元宵搁当时搁唔知影哦。那无啥咯，咱白卖钱咧开哦。咱都爱食咱的定制的鱼油，清清清的哈。嗯。哦，来，无我来滚吹啦。啊，这个坐船啊过来的，啊，说船帮的，唔知影当时咧，即卖拢塞港塞得很严重。哎呐。所以老婆仔，你即卖老看，你该挂灯来借啊。即卖家家的先讲过好自在啦哈。哟。空不空空空一厘500的定位哈。继续卡。是，你讲你真拍电话啦，啊，拢互小姐接啦。五罐2000块。是啦，会记得啦，这通话接就好啦。啊，你好，喂。喂，你好，喂，喂，来一爽一爽，来一爽。来一盒，一盒的呀，一盒是咱的歌用的怡芳姐呢，点一首《梦中之歌》啊，来老婆再来欣赏《梦中之歌》。Thank you.
现主持真侪即个家长哦，拢足希望讲个囡仔找读愈悬愈好啦。哎呦，啊，事实讲啊，因为以前吼，迄囡仔生济吼，做事大人个敢贪要食三顿都无时间啊，哪有时间讲哦？恁囡仔都要读偌悬，准备读偌悬嘛，无钱能够开呢。所以拢家己呀，囡仔。对啊，即摆人生少。哦，即嘛生，大家拢宝贝。啊，生少就拢啊硬栽培啦，硬栽培吼，栽培加哦，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吼，特别留学。吓，啊，车管哦，无代表讲都有前途呢。阿拉伯山，我即嘛也想，我真正哦，真正呢。嗯，你啊看，干呐要变一个笨手吼，廿三十公斤走五十公斤吼，去要精算，迄人啊，侪侪拢是我硕士。博士毕业的呢，真正哈，干要去变一个笨手呢。哦，所以咱要哪讲啊？啊，有诶车烫了烫，伊就即卖，伊认为条件介好啊。伊个博士毕业的，哎，就无头路啊。嗯，为虾米无头路？嗯，我车搭车，啊，我这大有诶人头家人讲啊，我这设计未啊，无我大，这你就大尊神呐，请得起呀。诶，古早人讲诶哦，小钱唔愿赚呐。啊，大钱阁无在调啦，无在调是我讲个，迄个咱个庄稼人讲哦，啊，小钱唔愿赚，啊，大钱哦，阁袂用，对，你讲我难讲对啦。老师，你哪会当胡乱？迄个五神的，个小个人五神讲个啊。迄老菩萨讲个，迄不是我讲个啊。小钱，小钱唔愿赚。啊，大钱，啊，大钱都袂用，我听袂，听你讲个啦，袂用难难安尼对。我讲一个故事予恁听。一个老伙啊，吼，老人，啊，伊含咧厝边个老大人咧开讲啊，啊，讲啊，你家己有生四个囝，生到四个拢后生哟，哦，遐牛，大个吼，第一个啦，伊是经济学个学士啦，大学毕业袂个掉啊，第二个是工商管理个硕士啦，硕士个啊，第三是医学个博士啦，医学博士，啊，第四个小学读无毕业嘛，即嘛咧。你做粗工啦，安尼啦。好好。啊，厝边人讲，安尼算嘛开了第四个后生，甲公公处理。哟，阿姨个，小工呀，小哈毕业。啊，这老人讲未使钱啦。啊，无哩啦，有啥物未使？阮到春节咧咧赚钱呢，迄三个博士、硕士、学士拢无头脑呢。这叫做歹囝饲爸啦。哦。从古早在咧讲嘛，因为硕士、学士、博士，问题因都小钱都唔愿赚，你看我多，是不是？人讲真正啊，这是一篇真短的一个笑话，但是世界吼，亲像这种经营哦，一点一滴哦，这种作现实的啦。对，这有得可能在恁厝边头尾嘛有这个人哦。你过去看在学历啦，愈悬哦，感觉讲愈好找头路。哦，以前啦，钱啊读悬就好找头路嘛。对。即马社会倒变啊啦，学历悬，工作点都歹找，因为安那讲。跟公司哦，伊要爱一个博士，啊，要千外个去咧应征，一个博士尔。啊，咱做工的吼，伊要爱一百个工哦，看五十个人去应征呢。做工的几率加足高呢。嗯，那我想，我唔是讲读册唔好啦。嗯。我意思是讲吼，你读册爱个也要运用，爱活用，嘿，爱运用你的知识。哦。啊啊，你的生活当中啊。
为基础开始做起，累积起来。吓啦，哎，咱是安尼，袂使，无定就认为讲，哦，你要去个要做做迄落位高诶。迄落像有诶人，查某人足水啦，嗯哼，哦，啊，伊就拢嫁袂出去，啊，伊就七斤八斤，伊斤就袂营养诶。啊，伊袂营养嘛，袂歹诶。啊，问题即摆营养着糖啊。我嘛要跟我参加哇。对个人做啦。我那样，你啊，努力啊，是啊，是是，做好劲啊！哎呀，你啊，像阮这，嗯，哦，阮的家庭善，啊，车也无什么读，都好加在阮食团搞生得太缘投。老师，我听袂咧，要点歌时间刚未到。啊，生得缘投对不对？啊，就早早就叫我们骗你。啊，是人家你骗你的哦。哦，我。啊，你二十岁就失心了啊！啊，我甲你有招无啦？讲啊，好讲，迄人计无迄度。在查某，迄个查某囡仔无甲你有招哦。哦，我伫遐哭偌久啦！啊，佮无甲你有招，啊，有即个查某人查某囡仔啦！啊，你真伊浪讲起啊你。唉，所以人啊，缘投就是安尼，无法度。困之后无法度。我毋捌浪浪盘过。好啦好啦好啦，提早点歌啦！提早三十秒，恁老婆仔唔知会下未？提早三十秒点歌，那点歌啦，老婆仔。哦，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啊，我带队，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哈？简单扼要又明了。啊，老婆仔咯，电话泡汤啊，问下菜啊。小烫烫，我要个烫掉。小烫烫，啊，中烫烫，大烫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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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张惠张毅老师好，你好，我左一三三，我要点一首《偿还》。偿还，白吉和哈，二号，好，谢谢。来，你好，喂，安徽耶，对啊，好，好，安呢？还是那个热，安尼好看，好，啊个天个迄个头，啊，好水个，安尼好，真赞，是是是，哦哦，安尼好。因为我要点家人，家人穿，家人，家人穿。鸡人山之南，你讲我明明啦，这样。哈。鸡人山不是鸡人山。哈哈哈！你讲就好了。啥好啊？拍那个好看啦。好好好。哦。好好好好，拜拜拜拜。一下啦，这样一下啦。来来来，喂，张老师，陈大哥，陈大哥，是。一条乌白网。乌白网啊！吼。啊，乌白网。我还白痴个啊。好，对对。好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喂，你好。好。张伟啊，哟是，我点歌啊，来请讲，点么了？我的抒情，咱住里头，咱住美德，美德啊，那请我，我是王王川，哦，我拜五分哈，哦，谢谢一百分，好谢谢，来你好吗？哎，张老师，我你们秀上，哟，哎，帮我当是秀再会啦，起码，无缘的人，我拜六分哈，好谢谢感恩，好好谢谢，来你好，哎，张伟老师。哎，阿帅，哎，大家好，阿姐姐，我点歌嘿，哎，请讲，我点《如你一生》，《如你一生》白七六哈，嗯，谢谢哦，好，感恩，拜拜，拜拜，哪里有？两位好啊，我台中生个，哦，无人熟悉，无人熟悉，跟你拜八岁哈，好，谢谢，啊，一百分，一百分，哪里有？王中丁，哦，王中丁，我拜九岁啊，哦，谢谢，哪里有？喂，喂，哦，万能要点歌，来，要听什么歌？男性的苦恋哦，啊，咱倒位？我是嘉义关新港。不啦，嘉义什么人多啊？什么人啊？哦、啊，陈淑官。哦，好，我白怎么啊？好好好。阿官啊啦。没有啦。阿官啊，好名。哎，查某囡仔名。无啦，查某囡仔名。来首。你要看嘛呀？四号呢？四号哦、喔，有四号哦、喔，哎呦，四号是咱台北的哦、喔，阮莲的啦。莲的点心碗糕。莲的要点好嘞啦，你爱吃的。
现在现代人的这个老大人计较哈。安那讲？拢会录手机啊。哎呀，还可以自拍嘞。啊，还可以自拍嘛。哎，还可以用赖来赖去啊。哎呀，现在因为年代进步，拢有学习的。啊，咱家己老婆生对咧进步，啊，所以拢会录手机啊吼。啊，那咧录手机啊，咱那咧录哪录，爱咱哪休困的啦。哦，因为咱迄手机啊，伊个蓝光吼，伊会伤咱的目睭。很凶哦！啊，因为你一直紧，紧到尾目睭会雾去啦，那无啥咯。很歹。哎，啊，你安录一下都要休困，录一下都要休困，哦，一定安尼。因为咱这么年代无同款啦，你看以前呐，要看电视呐，收看都无电视，咱看近二十四小时看未完呢。哟，啊个百万，啊个一两百台呢，哦，对不对？够有重播。我转来转去，拢电，拢无，所以电视拢转几工啊？啊，电视也咧行，手机也咧录啊，哦，真人足济安尼嘛。哦，安尼，难怪咱目睭拢会较用会算着，哦，算着。如果你若是个年纪有，还是讲你本身有一挂慢性病，哦，你食药看医生食药，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咱的目睭嘛有啦，因为像你糖尿病人伊嘛，目睭会有病变嘛。哦，糖尿病目睭会病变，会病变啊！啊，就像黄斑部病变啊！哦，啊，无食老来，加一人有肥肉啊，肿啊，啊，无就是白内障嘛，吼。对。咱随时随地拢一定爱了解到咱的目睭的状况，所以一定爱做定时检查。你会有来啊？目睭较歹啊。那咱若有咧做定时检查，你像吼，可比讲食老，咱有白内障。去检查医生，讲你有白内障。医生啊，讲你有白内障，伊会甲你评估看，哎，你的白内障的程度严重到底，需要开刀啊未？啊，那阿伯咧？那阿伯伊会叫你平常时得爱好好啊顾，爱好啊保养顾好。啊，个对症。哎，啊对症，啊你那是讲，那是爱开，医生啊讲，哎你爱开刀啊，你来赶紧排时间来开刀，因为吼，白内障你若去拖着，连讲开刀，那开袂行呢。拖着目睭。拖着。你连刚刚拖过头的白内障，你安那开都无路用呢。所以目睭也无看，无看啦，无看。白内障。我讲有哪有听一个博士咧讲啦吼，讲即马白内障连刚会使唔免开刀啦。啊，即卖咧。哦，就准目前爱开啦，因为有听讲有三间大药厂吼，因有研究出要安怎好即个白内障唔免开刀会好啊，的药品啦。嗯。啊！但是即阵目前伊还袂做出来，还袂普及个啊。但是准那准做爱，唔做还袂做出来，咱嘛是同款，咱目睭较重要。啊，袂使等哦。袂使等啊！你就是一定爱去开刀换咱的人工的水晶体。嗯。哦，啊，开刀前、开刀后的保养照顾，这个工课你一定爱做好。对。哦，啊，慢个去甲算着啊！那同款啊，有歹习惯的拢改改掉啦。嗯。薰啊、酒啦、槟榔啦，吼。是晚睏的啦，这种的坏习惯拢爱甲改掉。对咱目睭无帮助。哎呀，迄无帮助啦！你讲你即摆囡仔咧读册，你讲迄目镜哪管哪高，哦对无？啊伊嘛咧撸手机啊，即摆个有个人个线上教学的，还佫看平板、拍电脑，迄嘛拢灼伤目睭的。嘛拢爱用目睭。哎呀，用灼伤目睭的啦。嗯。目睭吼，即灵魂之窗，咱讲熟悉的，那人古早人讲甘愿吼。那个耳孔无听到，就袂使目睭无看到。耳孔人咧念，咱唔知影。我那增加人讲，咱臭人无要紧啦，伊咧念三小孩，你倒会代。增加人我讲，做别切。伊咧念三小孩，无咱若目睭无看到，那往往会较艰苦咧。真正咧。我是唔是安尼啊？什么人要煮饭互恁食？所以，迄目睭拢一定爱咱食老啊，目睭舒无要紧啦，但是卖互伊擦啦、疼，有诶无你爱好啊顾。嗯。哦啊，该人爱看医生是爱看医生，哦，咱有个人蛮皮啊，啊，拢无爱去，无爱去看，你无去看医生，你哪知你的目睭即卖状况是安怎？你先可以拖掉。对啊，袂相信啊，哦，咱说咱生活当中食食的物件嘛爱注意呢，三顿哦，你食的物件对。这个一挂刺激的物件，咱也尽量看卖。哦，迄卖伤着目睭啊！哎呀，你本身目睭就无好啊！你一挂较刺激的物件，嗯，哦，有关刺激着目睭的物件，咱就卖去食。嗯，啊，那出去外口行行，看一挂绿色的物件，对咱目睭有帮助。哦，像这阿标绿色的，啊，出去看看有绿色的，树啊，
像咱张辉目睭就介好啊。因为我大家在拢离活动遐做工课，啊，头一片拢草坪啊，哦啊，看到拢绿色的树啊嘛，大家在我拢面遐。对目睭拢有帮助。我是目睭细绿呀，我目睭介好呢。哦。哎呀，反正我讲熟悉就是安尼，所以有真济人哦，这个目睭要顾，伊真正会有诶老人伊较唔知影要哪顾啦。咱讲熟悉啦吼。少年的相信较有观念嘛，较好哦。啊，因的资讯也较有。啊，老大人有诶，你若无囡仔甲讲，有诶老大人就讲啊，倒那你生啥物来去药房买一个药水来点安尼，弄安尼尔无？好千万哦！去点久目睭会青明。袂使食，袂使点点滴。哦，人诶，咱咧医生嘛拢有讲，迄种物件袂使食点啊。嗯。哦，啊，你若是讲医生开好咱诶目药水，伊叫你一工点几摆，你就甲点几摆。哦，唔是讲三日看你硬点，安尼唔对啦。迄物件，迄就像咧食药啊，医生开好你药，叫你一顿食一点，你就食一点，袂使讲啊，我三日做一摆，只较紧好，袂使安是啦。你搁到你点无人嘛，袂当家己起去药房买同款的药，顿来点嘛，袂使。袂使啦。哦、所以咱爱遵守着咱医生的指示来去做。嗯。哦，啊，你家己伫厝里，爱家己想办法，看要安怎样，家己顾好。爱找方法。哎呀，这个重要啦。这是不变的道理。非常重要。哦。哦，非常重要。嗯。较早阮做囡仔时吼，阮阿妈咧要承接咧提三个承接嘛，拢来哦，孙女来，哦啊叫阮甲承接，因为阮囡仔捌较紧的高难度的。哦，承的。啊，承的就贵啊。老人就无啊，老人拢个会抹烂啦，还是个磕磕。迄个抹烂吼，是因为伊个线头劈开啦。啊，所以咱用淡淡哦，啊个黏木针针啊，撑开会过啦。啊，伊个用头壳迄唔是啦，迄是因为咱因个老大人伊有咧抹头毛油。嗯。啊，伊咧提衫裤个针较涩。哦。啊，伊即摆过个头壳个头毛油，安尼伊咧撑较好撑啦。哎，是安尼。哎，就是歹撑唔正咧，无咱囡仔咧撑一个过呀。一个尖哦，要穿一个布哦，伤涩，有诶，你有诶布类较涩啊，啊，所以伊就爱抹头毛油，安尼小个抹一下，安尼伊就会较好穿啦。啊，你若要哦，线要穿尖诶，伊若线过拍开，你就是爱淡哦，淡，啊，有黏做诶，啊，擦好过。较好穿啊。迄线甲尖倒一个是。尖线钱倒一个，讲倒一个是无的。无分啊，靠！搁有咧分尖线钱，讲咧无的咧。我讲听，较早我捌问过阮老师啦。恁老师敢知？哎，我讲老师啊，迄个尖线钱咧唱尖架线，啊是尖钢的，啊是线钢的啦。阮老师讲，我唔知呢。哎呀，无分啦。伊讲我啊，无你三工后来，我较甲你讲。啊，结果咧？伊拢带阮先生娘啊去三楼哦，就甲撑落安尼。啊，拢无落来，拢叫便当咧吃，你知影？哦，我落来两工两手无，啊，佫腰酸无吼？迄尖床尖线有甚物关系啊？伊就讲，我爱讲，伊个尖是木的，线是钢的。是安怎讲？你是尖，我是线，从那个差过。无人安尼分你啦！啊，尖木有空啊，啊木的，迄个叫线钢的无空啊，啊所以线较会甲尖撑过安尼。是安尼哦，有，所以人家问讲尖甲线，什么钢的，什么木的？尖是钢的，木的，尖是木的啦。啊线，啊，尖有空啊，啊线是钢，线中间软的嘛，系啦，知无啦？知影啦，像我样是知嘛。好啦好啦，你关心老菩萨。目睭的问题。系啦，咱迄个若是目睭有问题，去看医生，有当时阵改进爱配目镜，就是爱配目镜。啊老菩萨。那当然爱配目镜啦，不管你是近视啊、老花啦、弯视啦，什么会闪光啊？人医生啊讲你爱配目镜，你就是爱配目镜。哦，有诶镜光嘛吼。啊，目镜即摆哦要收贵呢。你看即摆目镜行拢开三角窗。哦，哎，拢互你袂蒙起啦。表示即摆配目镜人介济。哎，对啦，迄就是因为即摆手我都讲起了，手机啊、录啦、电视啊看啦、啊电脑啊咧拍啦。光线遐光啊，即马去大卖场，规个拍到冰冰冰啊！哦，有无？拢是安尼嘛。所以你若挂目镜，就是加速着咱目睭的恶化。对啦，啊，咱啊有阵时你若无挂目镜嘛，袂使啊！你若真严重，到无挂目镜嘛，袂使啊！所以依照医生的指示，甲你讲，你安怎做，你得安怎做，对啊。哦，啊，你家己本身爱想办法，好好啊顾。嗯，找对对的方法。啊，当然，迄个休困，目睭的休困啊，介重要。嗯阿哥来就是咱
一寡歹习惯一定爱改掉了。老菩萨，按张伟咧讲，就是讲，要你的目睭要安怎会能用较久？哦，就是你一定爱用淡薄仔心照顾你家己。哦，卖好遐蒙遐雾啊，卖好生虾，卖好辣麻油啊。嘿啦，无迄生虾蒙雾辣麻油，足艰苦的啦，对不对？咁是安尼。啊，佮手术前、手术后呢，一定爱去保养个对啊。嘿啦嘿啦，安尼，咱迄个医生咧看啊，有咧，咱家己本身有咧顾。安尼你嘛人嘛较袂安尼袂爽快，对不对？嗯，好唔好？好啦吼、来，无牛肝保平啊、来。小酒搁再干一杯。好热，好热，好热情的地方。这里是国境之南。有最美的沙滩，暂时抽离忙碌的生活，我沉浸在这里的慢活，迎着海风，我在屏东。大家好，我是唐启阳。防疫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一起配合十连制接种疫苗，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在我们身边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机组人员。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彼此。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我是唐启阳，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我们一起团结防疫，并肩同行。好，来，乡亲那边的老婆山，您家有叶黄素无？有哦，有吼、哦。现在观念太好诶。迄、那个叶黄素吼、哦，白煮足济啦，老婆山啦。啊，恁都那安尼食了有欢喜，你就安尼食得。给你恭喜。啊，恁若食了无满意，来啦，按张伟介绍一下。来。看你啊。非安东的哈，咱的益等级的叶黄素哦，益等级的叶黄素，老百老几何、啊，老百老几何老婆山哦，早含两粒，食饭饱，囡、哦、仔一天一粒啦。什么叫做囡仔？到国小以一个国中、国小、加国小的拢一天一粒。国中以下一天吃一粒。哎，高中以上拢早含两粒嘛。好好，来。一罐一千，一罐一千，买两罐送两罐啊！买两罐送两罐。哟，安尼啊！足够摸爷叶黄素。叶黄素吼、哦，这唔免讲啊，阮那老婆仔大家拢知啦。嗯。啊，敢讲啊？安那。过年后就是安尼。好、哦、啊，即马过年前呢、哦？啊，过年前这罐同款阁有送予咱。所以说，你电话卡有通诶。有啦，卡有通诶，阁加一罐啊！你若看有着电视个，阁加一罐啊！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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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啦吼吼，安尼啦吼。啊！电力赶紧泡通啊！五罐两千块，十二位倒啊！今十二位怎个优待？来你好，喂你好，我要做健身好。来一双一双，谢谢啊！我听到五罐两千块，咱咧五罐两千块啦哈。嗯，咱咧咧老婆说了，即阵吼有买，拢搁加送一罐就对啦。一罐叶黄素哦。啊，过年后头过年后头无一罐哦，剩四罐。要敢报告者，有阵档起价啦。喂，来你好，喂。喂，哎，来宜山保定给你保平，谢谢啊。买就拢赚到啊。哎呐，十二位倒啊啦，十二位啦吼。啊，如果咱老婆在厝内底，那是有其他品牌叶黄素。恁倒的几条，咱的几条，甲男做伙食，拢安尼袂怕算。男做伙食。哎呐，你唔好讲哦，讲哦，我咧做生意，我要讲哦，你要食我的，唔好食别人的，我唔爱安尼讲。好。哦，来你好啊。喂，嗨。台北市。来宜山保定给你保平，谢谢啊。过年之前拢五罐两千块，过年后就剩四罐，因为厂商要甲咱起三千块，老师无爱好起价呀。对啦。所以即摆问题物件起价悬，所以折中方式就是四啊。同款两千啦，啊，就是无优待啦。个无钱上加一罐啦。安尼你无骗伊啦，啊伊也无骗咱啦。过年后。哦。啊，即阵过年前同款一罐，佮有真买拢中的啦。所以你买一组算中一罐，哦、买两组算中两罐啦。啊，无错啦，咱若有咧食咱的叶黄素吼。剩一罐两罐，你要紧叫起来。嗯，无你即马到晚年，真无多落订单嘛。该过年了。啊，就咱那内面只搬了，就爱等到元宵过啊。元宵过当时佫有货，唔知影咯。啊，就是安尼啊，来赶紧咯哈，空八空空空一二
五百斤啊！没有好的生活品质，那叶黄素该挂登来吃啊！今麦你若买了后，你呢拿迄孙啊外围登来哦，你得当客人管啊好伊啊！哎，那个小哦，这会使阿囡仔登来，那客人管啊好伊。啊，佮帮伊过，系啦系啦。啊，无伊会连讲会当咧怨叹的，你今麦佮帮伊过啊！我这个日子，一定今麦叶黄素。早两粒倒个啦，食饭饱食。早两粒啦，老婆生咯，咱一定爱有咱的叶黄素，然后喂。买叶黄素，恁住伫倒？高雄。高雄哦，无用，该保庇来一双，谢谢、啊。今麦阁加一罐哦。来了。喂。嗨。我讲叶黄素。即阵赶快五罐啦哈。啊，咱过年了存四罐啦，即阵买五罐啦，哦。今麦五罐啦。啊，对对对，来一双一双，谢谢、啊。这小个满意的呀。所以哦，老婆仔，你连讲啊吼，若是过年了后呢吼，来买着四罐嘞，你千万唔好甲老师录，咱只线顶咱有讲甲介清楚的哟。即摆买拢五罐。迄有诶吼、哦，有诶老大人吼、哦，介无明白。做卤的啊。嗯，做卤的是。做卤先讲，迄个真个人讲哦，有小小哦，真正。所以你要讲好清楚啊。来，赶紧啊！来，你好。喂，我在对哦。台中啦吼、哦，我是做，即阵同款五阿啦哈，好，好来一双一双，谢谢、啊。老朋友买买过呀，哟，来你好，哎、欸，哎、欸，叶黄素是做，咱住倒位，我叫三，叶三啦吼、哦，即阵同款有五阿哈，来三双谢谢啊。你买食过酱，你要收过酱，你要满意的，一定金的叶黄素啊。来，赶紧哦，来你好，喂，嗨。哎、欸、哎、欸，我嘛要爱叶黄素。哦，这单我搁减满钱，来二双来谢谢啊！恭喜你，做决定的决定啊！你连讲真正感谢老师诶。迄个老无啥咯，当然咱电视安尼看很济啦吼，啊你家己会当比拼嘛。哎呀，哦，咱怎会做代志一向无勉强的啦。哎呀，啊，算计着俗个满意。来你好啊。哦，叶黄素。咱多少？九如三，九如来一双，谢谢。哎、欸，都讲好买嘞，哈、哦。保留给你保庇，哦。这时阵阿德心阿德灵嘞，哦。嗯，咱该挂灯来借啊，囡仔该好借哦，无恁囡仔连讲给人妄谈哦。咱你落啦，搁三分钟就好啦。好、哦，好唔好？阿、啊、来给我优待呀，你该等过年，咱这一个月介绍一摆来，该等过年了再给我介绍啊。您讲得安尼，哎、啊，四罐，嗯，三加一啦。对。啊，即阵买即罐个，五罐，好，好重诶，好重介济。哎，你好，喂，你好，有，你即卖有咧买？来，杨医生，杨医生，谢谢。哎呦，咱妈妈真正有智慧个选择啊。来，你好，哎，我伫做，咱大德，中和，来三双，李小姐，谢谢。来，你好，喂，有，来，咱大德，来小刚，来四双小刚，谢谢。小刚，喂，来，你好。台中龙井，来一双不能给你保保、哦，谢谢啊。台中的龙井，因为咱台湾头、台湾尾拢总有人咧食咱的叶黄素。来，你好，哎，你好，我被爱的金骨溜的，来三双三双、哦，谢谢啊。金骨溜，金骨溜啊。喂，来你好，喂，嗨，来一双不能给你保保、哦，谢谢啊。来，你好，哎、欸，张老师呀，好，你好，好。来一双，来一双，一双啊！来，你好，喂，张老师你好，哎，你好，我星期五零来四双，四双，谢谢哈！来，你好，你先弄，先快点，喂，来，来五双，不能给你保护，谢谢啊！有讲哦，咱有一位老婆在讲，足感谢老师的啦，真正的，真正你要学个，真正你要满意的，真正感谢老师的啦。有啊，妈做学的人，伊拢会感谢我。啊，一罐好好，当当无加四百块，唔感谢老师，要感谢啥？哎呀，老婆仔，搁一分钟得啦。说个满意哦。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要有良好的生活品质，咱的叶黄素一定跟你一定爱吃，唔惊你来比较的。啊，你早暗两粒多。囡仔早暗一粒一粒。哦，早暗两粒多。啊，囡仔一天吃一粒。国小国中的啦，一天一粒多啊啦。对。哦，你那高中以上，咱早暗两粒啦。哦，哎，你好。喂，来。喂。喂，好、哦，来一双，谢谢啊。今麦买一个五罐两千块哦，过年了后哦，那个剩四罐两千块，所以呢，咱过年了后，咱产品无给你起价，但是就是四罐两千块无优待呀。啊，今麦算优待价。即阵够优待一罐啦。嗯。啊，咱过年后嘛，不是起价啦，伊都无优待安尼啦。就因为厂商要给咱起一组三千块啊。无可能我起啦，我今老婆说不咧谈哦，够可能我起。老师真正太调调安尼。经济也唔歹，够可能。嗯。
啊，你即摆买着拢赚着诶，反正咱即摆嘛是爱食叶黄素啊。你钱白白买起，咱当然爱选择个上好诶。我来分吹啦，恁继续拍恁的电话啦。我电电啊，泡通拢同款有优待一罐，五罐两千块，哦，拢有优待一罐。啊，够咱上新做两袋。有啦，啊，即摆电话拍拢小姐接啦吼。空不空通，空一厘五百几万诶，啊。恁早时的八点到暗时十点拢开会通。哦，拢有人咧接电话个对哇。对啊，随时拢会当拍。不是讲线顶尔。哦，随时拢会当拍。好好。哦，你电话个超开。对。电话个超开，啊你当时有闲当时拍呢。哦，安尼以上。八号。哎。八号。八号哦。对哦。八号是咱小港哦，下午上点一首《孤单》。
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扶持咱母娘中灯照明。在这段时间，我看咱各级老菩萨大家真踊跃，啊，大家嘛真阿乐，扶持了后，人会加较欢定，哦，啊，人也较平安啦吼。因为即马全世界要讲起动荡不安，哦，啊，要讲个即马诶，即个时势真歹啦。这个时阵，咱大家吼，都要求一个平安呐。平安就是福。真正要求一个平安。所以，咱那是本身即阵身体呐无好的老大人，哦，你会记起啦吼。当你身体咧无好的时阵，咱的冤亲债主，你所谓的冤亲债主啦，因就开始该乱啦。有个人佫甲我讲，啊，人业障啊，啊，冤亲债主要处理来开解债务啦。法律我唔知啦哈，啊，来咱家咧，离咱家你一月你100块，啊，一工3块外元尔，你着贴一个香证尔啦。哟，村内工会交代按单位帮你处理。困难的交予老师。按单位的单位的功夫买卖啊。无咧，这母牛挑选的条件咧。啊，都咱也是有要扶持的人咧，进店咧甲拍合同，一个月100块。啊，今日欠几位呢？迄唔是你有钱就有张处理啦，那讲真正迄爱会晓。啊，敬着人。哦，啊，咱呢都老婆仔去钱哦。即阵的款呢，就扶持的人的名单吼，我明仔载偷落乡，我得编一遍啦。要做功课，进前阁编一遍，第三遍卡阁落疏文，到变落咱阿婆仔。该搞功夫诶。小时的业障，咱手续该麻烦啦。哦，咱啊那像出内面安尼磕磕绊绊，兄弟啊姊妹啊阿婆伯啊囝母啊囝，未做伙一个无？吵吵闹闹。哎，啊是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唔捌未晓，啊有囡仔拍架闹，即较到顶甲半手。怎么办呢？哦，即爱处理啦。好奇一下。啊，都免得讲，我要冲啥冲啥，免啦。一月你100块钱来交处理。对。啊，咱都免坐，老婆仔咱无咧谈啦，免坐。看要3个月，要半年，哦，做开搞你要一年，迄种砸家己的亏力啦。哦，先顾巴肚，甲顾腹做啦。通通可以。哦，记一下吼。那啊，我爱开始接电话，即马好奇时间到啊吼。七八九空八八空。来，你好。喂。哎，你好。哦，你好。嗨。我问小姐。来一双。哎，你好。张老师家。喂。三位老师呀，哈。哎，你好。我也会。好，也会。啊，我都买甲要另外好吃。来，一双功德不能吃饱的。谢谢，来你好。喂，先生你好。嗨。我要护持的。来，功德不能吃饱的三双小姐服，谢谢啊。来，你好。喂。嗨。嘿，你好。嘿，咱到位。我唐少。唐少吼，来四川母娘给你保庇。谢谢啊。来，你好。哎，欢迎老师。好，咱到里头。台中。台中哦，功德无量，吃百年也无算。谢谢啊。对，老师给你讲些好话。来，你好。嗨。哎，我要何时当婚呢？哦，来一算功德无量，吃百年。来一算啊，谢谢。啊，要咱何时呢？有介只老菩萨讲，我想要学钱，我不要汇钱，我嘛不要写字。老菩萨，咱唔免去邮局啊，免去银行。你嘛免写字。哦，拢免啦。嗯。你到电话拍来，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老小姐。然后呢？啊，伊就寄单给你啊。你收到单了后。哦，你啊，来去西门全家 OK 那个付地当缴。你拢唔免签名，唔免登记那，唔免手续费哦。当中唔免啦，就像咧缴电话钱安啦。我无派人去恁家给你收，无哦。无啦，无啦，我那未拍电话讲过目啦。老师啊。啊哈，你好。我是奉金啦，我希望你搞公会位啊。啊，不然该保庇啦哈，好好谢谢。今天讲的，大家拢要讲。那你好，喂。喂。嗨。哎，我要好钱。啊，来，二双不然该保庇哦，谢谢。那你好，喂。你好。哦。哎，张辉啊。哟。哦，你好哦。这波跳高股啊。好好，来三，来三双，三双。这不是广告时间啊，那你好。张老师家。哎。哟。我很尊敬的，好来来四川功德无量吃饱哩，谢谢，来你好。阿德行阿德行，喂喂你好，你好，我重庆的，好来你一川来功德无量吃饱哩，谢谢。这过年你要交我吼，趁这个时阵哦，好似要让重庆照明上正班的呀。这个今麦的疫情安尼吼，嗯，啊你若无方便出门，对，啊是讲出门够危险，啊搁今麦来拿。迄个咱的工地嘛无开啦吼，啊你若要去寺庙拜拜，那无当时啊那嘛风险嘛。嘿啦，啊你都干脆无，你都
好奇一个啊，张伟来替你处理。哎、欸，哎、啊，名我变起哩，啊，都买一个金砖安尼尔。你著知影，咱张伟不了白变啦。哎呐、啊，老师嘛较高变，咱总咱家己有当时啊讲袂认真，咱老师帮咱变。迄个，要大家口才拢改好啦。家己阁袂用讲个呀，咱好专业，交代专业。七八九考五百八。才一分钟的时间哦。哎，啊，你会记一下吼、哦，咱那是有要好奇的人，你都。随时嘛，拢会当卡啦。你需要你用用个弄咱卡电话。啊对，啊你著甲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留咧，小姐就会寄单予你啊。你著看要三个月，啊要半年、要一年，才家己的开单啦。先讲要多甲够有做啦。啊，你好，老师。你好，来，咱的张梦丽来一双。来，张梦丽大姐，喂。来，你好。我要好奇。功德无量，我咧食饱哩。来一双，谢谢啊。恁老婆生恁问讲吼，我前下呢有好奇半年，但是我好奇的时间还未够，我感觉会当继续再好奇了。功德相背那也未使。哦，这嘛是属于咱个人的功德啊。个人做个人得啦、啊。我家己好奇我，我当然功德就是我家己的啊。这个工课本地就是像伊人咧寄钱的同款啊。哦哦。伊人寄钱，敢那你会当领，别人无当领，对不？啊，该咱帮咱的温情人好奇，曾经呢要受伊的帮助，但是呢，咱即卖为了找无人，嘿，要安怎办？唔知这人在对啊？你怎你欠人温情？你想讲啊？无我用伊的名来交好奇，功德甲做好伊敢无？啊，你咱买当加行伊的温情，啊无你欠人温情介艰苦呢？当然啦，欠钱好用，欠情歹用啦。嗯，来做功课啦。来，哎呐，茶也泡好，还有加奇怪的茶。好，来，咱做功课。主持张伟家的恭请，对咱保娘主宾，主公婆家来跟咱保庇啊！在咱这高一十米楼高病房十六号病床，林彻珍、李刚雄、中和川南进路十五至一号，苦行家，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区十六号及高病房三层消防署，台北荣总十五楼三十二号病房陈进安，丹江镇弘毅里三十五至四号张明丽。柳营机密病院美栋三二三一美床，如南康村安平区健康里街四百十九巷二十三号，孙庄金贵，罗州区信义路一百五十六巷二龙一号二楼，黄玉芬，中立区静安路三百三十七巷十二龙二十五号，高瑞成、高燕玲，三民区义德路五十八巷二号八楼之二，张义明。台中市西区金星路一百十八巷二十号张耀忠，盐埕区富雅路一百五十四巷七号伊丹外美，太平区台中山路二段四百七十七巷二十五号丹林佩丁，太平区丹大丰加陈伯彦啊，刚才就是咱的台东区中兴北路。三段一百七十八号四楼，竹金江板桥区重庆路两百六十九巷七十九号四楼，王浩汉啊，过来就是咱的珠江区赤坎南路邱仁巷十九号啊，林家园哦，这个王浩成呐、啊、吼，咱的板桥区重庆路两百六十九巷七十九号四楼啊。而且中央南保娘主编来跟咱保镖，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时啦哈。那么咱家有真侪位来跟咱保娘当天照明来扶持，一个月一百块，工资非常大哈，免开大开大，我想的那无。来，咱的杨梅、黄凯明十二个月，中和陈雅陈雅维三个日，屏东区曾凡杰。黄宝明、黄宝元、詹世文、詹志冠各三个日，恒春、尤坤林、江玉霞各六个月，主管林家元、李玉贵各三个日，洪山、吕展六个月，邱淑媛三个日，龚山、黄友仁、黄碧顺、黄碧嘉各三个日，大寮林圣杰。林玉珍各三个日，阿莲、
林玉坤三个日，前镇林中和三个日，小港张坤元、张丽芬、侯阿菊、张炳胜各三个日，高山柯国良六个月，随风兼张少阳六个月，祥哦张少祥六个月，三中区陈宏伟六个月，土城张岳娇三个日，板桥王浩辰、赵宇生各六个月，乡客李丹阿叔，包括着咱的李明君各六个月，台中的社区苏月花三个日。嘉义东区黄阿君、陈娇国六个月，功德无量吼。咱们再来恭请一下咱保佑主笔、主公普照人间保庇吼。我哩会当建功学业、消灾延寿、前途光明、智能通、智慧开通、逢凶化吉、改恶成善、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福气充满。咱今物来进行着咱的智慧东西。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青风未到，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多好朋友，咱诸位神仙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一定含咱做伙伫咧做一个功课。小丹，请各位再加今日这个功德，咱来回向，哦，天顶伫咧飞，土坎伫咧扫，水灵伫咧修，一切众生。也请加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灾苦灾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家庭生活。也请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阿公、我们的阿妈、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回向我们外面当初做工作的孩子，让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去年的时候念珠，我们请给念珠请起来，没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肝的不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来延续到我们昨天的话题，昨天讲到到呢，那么和我们一切众生交往，要来摄受到一切众生，这个大根大本就是真诚的慈悲啦。因为无接触到丝毫的恶意啦，以着真诚纯善的爱心来去爱护着一切众生，这个心就是叫做佛心啊。这个心就是咱家己的真心本性，就是咱的性定。那么咱迷失了自性，所以就无这个爱心。哦，哪会当来刻入到这个境界？无加丝毫的勉强，那么性德自然就会流露啦。所以佛经师兄弟咧讲讲，法念如是。咱用着这种的心态，用着这种的行为来处事待人接物，那迄个无受欢迎的道理。完满真诚来帮助别人，别人哪有迄个无接受的道理？伊哪有迄个无欢喜、无接受你，还过来摆脱，就是因为咱迷失自性，迷失了伤过深、伤过久嘛。所以佛法咧讲到业障伤重，这个业障迷失会当来化解。化解的方法就是咱爱教行嘛，诸佛菩萨、高行先行，一世人的行仪。显示出伊无尽的一个慈悲、永恒的爱意，来爱护着咱一切众生无微不至啊！这个是咱应当爱体会、爱学习的。第三，就是要来讲到这个利行，行就是生活行为啦，利就是利用嘛。所以咱的起心动念、言语做作，拢爱利益咱的社会，利益一切众生。换一句话来讲。凡是无有利益的行为，佛菩萨决定无做。所以，咱必须要爱认识个清楚，自他是一，不是二啦。所以，六道众生迷失了自性，
主他的是二都不是一啊，所以四圣法界虽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但是他没有亲近，换一句话来说，在这个理论，这个理论顶端上他没有问题，理事的顶端上他没有正直，所以必须要到达一正法界才可以来正实。由此可知，我们六道凡夫没得了更深，所以我们不能来亲近到这个境界，所以一定要呢相信咱佛的一个言语啊。学佛第一个条件，你就是对老师啊、哦，就是咱佛陀，就是咱的老师嘛，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坚定未使有疑惑，安尼才会当得到佛陀教训的利益。如果对着老师有疑惑，哦，疑了真深真大，这个完全无都得到利益啊。伊得了较浅，范围较小，得到局部的利益，丝毫怀疑拢总无。对着佛陀的这个言教，百分之百同款依教奉行，安尼咱得到佛法圆满的利益。十善业道经就是咱佛法根本的一个法律嘛，咱今仔这部经啦，啊，就是咱佛法的根本法律，就是基础的一个教学。所以无论你修学到一个宗派，拢爱为这部经开始定根啦。今仔这部经的头前部，世尊为咱来讲个足详细，说明着修行十善的殊胜功德利益。那后半部呢，开始咱十善要安怎落实你这个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包括咱的修行的顶观上。所以由此可知，这部经未使无听啦。不但未使无听，佫未使甲放我袂记的，一定爱甲熟透，啊，也爱甲培养熟得定。你咱六根接触着外面的境界的时阵，咱的起心动念，拢爱想到着佛对咱所讲的一挂教训，依教奉行，安尼才是叫做修行啊。所以这部经所讲的，就是咱《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好用父母奉师师长诸心不杀修习行业啊，孝亲敬祖尊师培养慈悲心，拢爱落实在咱的习行业呢。如果你若无这个习行业，头前面三句拢假讲的，古著的习行业都孝亲敬祖尊师诸心不杀，都落实哪里？这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初发心到了的修行正果，刹那间拢无离开了的。离开了这部经，你就是离开了佛法。所以由此可知吼，今仔这部经伊的重要性啊。时间的关系，今仔讲过做到这，咱就要做回向。总归两句，请对我两句讲：愿意出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脱菩提心。请问正哈，咱个地方开，这两嘴、三嘴、五嘴个吞，未扎着完就爱记一路，吞一嘴，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怎么能看天哪哩？就要看山地灵王，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化，般般祸患似水消。佛愿无量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殊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刀郎陈小姐点播的歌《大船入港》。
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在国人团结努力下，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室内保持 1.5 公尺，室外1公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另外，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并采取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防疫做得好，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大家好，我是嘉义科医师陈佩欣。随着疫情稳定控制，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邀请国人一起拥有防疫乐活新态度，在防疫之余也能放松享受生活。贴心提醒，防疫期间民众仍要维持个人防疫措施，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应佩戴口罩，以及肥皂勤洗手。只要落实防疫措施，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或从事踏青、运动、旅游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共同打造安心环境，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